我哋系恒生银行。作为一间具领导地位嘅本地银行，我哋好明白客户有好多跨境业务，所以恒生当然要有完善嘅跨境业务营运网络。透过我哋国内同香港嘅团队紧密合作，帮到我哋客户处理佢哋各种嘅理财需要。另外，亦都要与时并进，不断投放资源去提升服务。好似我哋最近亦都积极引入各种金融科技，率先推出嘅全新数码理财服务，例如恒生人工智能 chatbot Barry 啦，同埋我哋嘅在线通讯 Live Chat， 亦都会不断提升我哋嘅 e-banking， 希望可以方便成日需要往返香港同埋内地嘅客户，可以做生意更加快、更加方便。今年是我们连续第四年获奖，非常感谢客户的肯定，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继续投放资源，提升我们商业银行业务的服务，好像跨境贸易运作、企业融资和资金调动，协助他们抓紧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。为了配合客户两地营运生意的需要，我们恒生一路以来都非常重视资金调配和贸易融资等等的服务，希望可以配合到他们的发展需要，做到双伴同行。